球迷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欢迎今天在11月23号礼拜一这天，欢迎大家透过 Eleven Sports 体育家族收看的是109学年度 UBA 大专篮球联赛男子组公开一期的一个预赛。那明天会有一天的休兵日，不过今天的4场比赛的最后一场球马上就要压轴登场了。在辅仁大学的中美堂即将要上演，就是地主的武大面对到的是先发选手。那健行这边包含了古毛维嘉，另外朱云豪、谢雅轩、陈凡、博彦，还有简廷照。而至于在主场的福大，包含了曹楚瑜，另外还有将军魏家豪、林哲廷，还有杨成汉。哦，今天在赛场比赛马上要登场，第一波球权，谢雅轩持球，给到陈凡、博彦，没有机会，再给到队友这边，马上投进个三，要再出手一次吗？这一次再近一点。还是有身体对抗，篮底下进攻篮板。武大摆出来的比较是算是四小一大的阵容。45度角这边的空档也投进，这球没有摆进。地板球给得很漂亮，底线这边没有摆进。曹楚瑜直接一阵传情给他队友，组织一波。林哲廷没机会了，这边准备要从中路切进去摆进了。古毛维嘉，地板球从底线过去了，绕到了另外一侧，左边的一个切入，欧洲步踩进去，但是上篮的一个力道偏了，防守篮板在辅大这边，杨成汉再来，直接溜到了前场摆进，一分差，五毛还想跟裁判，陈曼博彦，哇，空中的一个挺腰，对，经验的确是比他好啊。两人那个配合，小楚这球投进，哦，为这球摘篮板了。哇，很快的，谢雅轩又投进三分球。建行科大的转换快攻，这种 run the gun 的跑轰的打法非常的恐怖。但是另外一边是漂亮的背后给球，把速度稍微缓下来，五分差。小组一个 long two， 流畅哦，两队的控球，包括古毛维嘉，包括福大的魏家豪，整个在带动球队的一个节奏都打得非常的快。传球失误，朱云豪外线一大步，比了一下没有出手，再给到简廷照，中距离的抛投，不管刚才二打一了，正常来讲应该要拿到的。不过最近辅大连续三波都是失误收场，谢雅轩这一次投三分球，陈范博彦的进攻篮板，准备要背框的一个后仰跳投投进，走，四分差距，直接发球进来了，篮底下摆进，又是一次失误收场。谢雅轩这球给的漂亮，一箭穿心给到陈范博彦，篮底下摆进。那辅大这18分其实也挺蛮久的。对，哦，现在这一段就是遇到对方的32区哦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进攻的模式啊。是。武鼎这边的三分球出手没进，建行再把整个转换快攻的节奏推得非常快。很快的，古毛找到了谢雅轩，又是一个 wide open。30-21，篮底下换上来，这球给的非常的到位。古毛外围假动作比了一下，谢雅轩漂亮的 no looking pass， 再送出了一次助攻，给到了朱云豪。自卫啊，没错。30-25，传导到了外围空档投进。
非常快啊、哦！他上场之后，整个福大在破解对方的区域联防，产生了极大的一个作用。是，简廷照又是一个三分球，哇！今天践行对上半场三分球的。小楚瑜的 long two 再投进，今天的第二颗，对，35-30，五分的差距。王凡要指挥的地板球，再给到小楚瑜，两人的一个配合，还是在三分的差距了。王一凡又给到了小楚瑜，这个脚步踩得不错，回到一分差。陈范博彦呢？不过乔祖瑜在内线丝毫是不畏惧的。那这一波的球权，如果福大掌握住的话，会可以超前比数哦。三分球真的投进了，哇！现在37-35，再是一个两人配合，给到乔祖瑜又投进，39-35，还不到80秒要结束了。再给到王一凡，这个出手就很有把握，到领先7分了。哇，王一凡一个人，现在接着王一凡也来两个三分了。这场比赛替补上场，王一凡又是一个漂亮给球，给到李佩诚。贾轩要赶快出手喽，这是一个buzzer beater。哎，赌一下时间就对了。那今天上半场乔楚瑜就得了18分，13投9中，哇！现在14投10中了，得了20。梁传又来了，没有哨音，前面可以轻松的摆进。古马维加终止了这波。47-39，哇！将军弧顶，弧度拉得很高。武大现在领先。哎，杨春汉说没事，走底线被夹掉，前面2-1的快攻，哇，成功的防守，又是一个漂亮的火锅，而且魏嘉尔推进后给地板球送给了彭楚瑜，现在是52。杨春汉说没事，走底线被夹掉，前面2-1的快攻，哇，成功的，哇，第三节武大还是把握住他们在第二节这股气势。魏嘉豪地板球给到了，哇，又是彭楚瑜啊！彭楚瑜现在哦，等于是一夫当关了。朱云豪这球脚步踩进去，拦底下乔楚瑜这个球就没有再侵略性的防守，这是将军成功的断球之后，前面扣篮，哇，屋顶要被掀开了，56-43，还是在福大手里。不到4分40秒要结束第三节，小楚瑜要靠脚步啊，来了一个勾射，信心已经完全打开了。古毛今天也没有太好的发挥，靠个人能力摆进这2分，获得了26分之后已经先退场休息了，所以或许看他们在进攻上、防守上可能可以少掉一些压力。陈范博彦打得很强势，拉下了这个2波的篮板。陈范博彦在前三天的预赛16.3分，也有将近 double double 的表现，9.7个篮板。李佩诚换到另外一侧，另外一边篮筐，一个 fire 啊，死亡五小的一个布阵，在外围做到大量的这个倒传跟蒙选的一个跑道，哇，这个地板球给得非常的漂亮，可惜啊。最后没有放进，哇！换这边，古巴维加也是给予注意啊。魏嘉豪想要晃，走底线，又是一个三分球，哇！李佩诚第4颗三分球了，又是魏嘉豪，王凡啊，这一次出手没进，但是又平拨到了这个篮板，给到李佩诚篮底下。武大第一波的球权是失误收场，古毛啊，就古毛这手也失误，前面可以轻松快攻了，魏嘉豪摆进70-55，等这个球三分球投进就好球了。
陈范国彦到内线进攻是合理的选择啊，再有五六分钟左右的时间。哇，但是这个发球出现失误了，古毛轻松摆进。哦，分数建军科大分数又。王一凡，这场比赛送出了七次助攻，第八次助攻又是送给了乔神。哦，真的，这场比赛对福大来讲一片看好。丁能要出来之后被反快攻，古毛抛弃。建军已经宕机了两节了。朱云豪大转身，哇，这个翻身摆进的又是一个背框的单打，翻身的跳投进攻篮板，还在践行这里。谢亚轩这个三分球偏了，篮底下有人从外面飞进来，是朱云豪摆进了。现在王一凡今天有投进两个三分球，第三颗哦。王一凡这个三分球很有自信，常有自信的结果就是一个关键。古毛这边也非常黏，这球给将军，时间剩下四秒，要拆炸弹了。乔楚玉这个跳投出现个 F 在篮底下，二坡的进攻篮板，哇！那这里有魏家豪补进，来到十分差。那建行这边很快又是建行，必须把推进的速度加快。谢亚轩晃开之后再给到底线。哇，古毛这个外线跳投关键，还有机。80-75，最后看到王一凡，这个球投进，哇，这个球投进基本上被建行来打是底定了，又是一个成功的防守，那福大可能不攻喽，要把时间给拖完。在109年度的 UBA 大专篮球联赛，又上演了另外一场在公开级的大惊奇赛事哦，男子组的比赛，最终福大是以83-76扳倒了践行，在主场收下这一场非常惊奇，而且也是非常漂亮的一场胜利。哦，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哦，